告诉我们，跟你主一边讲，我相信你需要告。好的，我们四面受敌哦，你在生活上面对很多的问题、挑战、种种的东西啊，四面受敌，四方八面来，OK，却不被捆住啊，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望。保罗是经过很多问题、很多逼迫、很多挑战、很多困难的一个人，对吧？他甚至在海中活了三天三夜等等哦，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却不至于死亡。所以我们不伤胆啊，碰到任何的问题、任何的状态，保罗说我们不伤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看见是暂时，所不见是永远的。阿们。那保罗告诉我们，碰到任何的问题、任何的挑战、任何的困难，他说你一定要记得，我们四面受敌就不被捆住。这个是告诉我，这个是信心在耶稣身上。阿们。所以心里作难哦，很失望的时候呢，很困难的就不至于失望，看到吗？哦，每一个人会面对很多的问题。然后保罗在另一个经文，然后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都要思念。啊，们到这边呢，到这边呢。”你的眼睛啊，跟你左右边讲，注意听啊。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东西，比如讲你眼睛看到问题 ，Hello， 有没有看到问题？有。看到问题，然后看到挑战，注意听啊，这个东西会改变你的一生的嘛，你要注意听哦。哦，你要抱着很认真的态度来听，做笔记，你什么都学到。如果你态度是听听罢了的，你什么都学不到的。很重要的态度 ，OK。看到问题，看到挑战，对吗 ？We see all these kind of thing，OK、okay?。然后保罗讲到什么？保罗讲到逼迫，对吗 ？Persecution。所以你眼睛看到问题，眼睛看到挑战，眼睛看到逼迫，啊，那一定要记得一个东西哦，记得哦，问题、挑战、逼迫，啊，在世界上，只要你活在世界上，是不是一定会有的？Hello, yes or no? Yes. 问题挑战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正常。如果是正常，为什么很多人会消极？正常我们就不应该消极，对吗？ Yes. 所以，那你眼睛看到，那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眼睛。我们看到问题挑战或者逼迫的时候，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我跟我教过你的。一个是呢，你把问题和挑战逼迫看作是很痛的一件事情 ，You look at it as a pain， 你说你看作很痛，哎呦问题，哎呦这么多问题，哎又来问题啊，哎呦很烦啊，啊压力啊，哇你看，是不是很多人家你跟你左右讲，我认识这样的人。如果你看问题挑战，你把它看作哇很辛苦，哇压力啊，这么多问题哇。如果你是用这种态度来看，你把问题看作很痛的话，就麻烦了。那你也可以选择把问题挑战看作为快乐，对吗？是。Right, pleasure, OK。啊，怎么样呢？问题来的时候，我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让我再碰到问题，因为我知道每一个问题都会帮助我成长。啊，是不是不一样了？是。是不是不一样了？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成长。多少个这边可以肯定了，你从小孩子到今天碰到很多问题，可以肯定吗？很多这些问题让你学懂怎么样做人。是，对吗？所以问题是好的，所以当你眼睛看到问题挑战逼迫的时候啊，你如果把它看成是痛，等就完蛋；看成快乐就很好啊。碰到困难，碰到很困难的挑战的时候，你说哇感谢主，我相信上帝要考验我，看我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上帝应该在考验我的信心，我一定要胜过，我一定要这个课程我一定要学懂，而且我一定要考得很好。那你每一次用这种的态度啊，什么问题都解决，所以是你怎么样看啊，
你看很痛，你看着很痛，很辛苦，很压力，哎呦，这么这么多问题，这么一个又一个问题的，这么这么多问题，我上帝不停的啊，很多，这么这个人讲，这么那个人讲，这么教会讲，这么这个弟兄讲，这么那个姐妹讲，这么啊，是吧？这么政府讲，这么，你可以一直做吗？做吗？做吗？可以一直都是，这些全部都是痛，对吧？对呀、啊，对不对？你可以把这所有的问题看成是好的。我感谢主，这么多问题哇，忽然间这么多个问题看起来很难解决，但是我很感谢主，我只要可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我以后呢我更加成熟，我的属灵生命更加刚强，我相信我的思想思考能力跟我的潜能将会发挥得更大，更加的壮大，我将会成为一个更壮大的人，我绝对相信以后没有任何的难题可以 再难倒我啊！你用这种就是从快乐的角度来看，阿罗阿门啊，听懂吗？听懂。这两个东西，不管你是看痛还是看快乐，都会产生一个东西出来。这两个东西都会产生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名叫情绪 ，emotion。这个东西名叫情绪。如果你看着很痛的话，多少个赞成的啊？这么这么多问题的哇，压力啊！哎呦啊，不要做人了！哎呀，不要去教会人了！哎呀，如果你是这样看的话呢，多少个人站着，你的情绪是很消极、很负面的。Yes。对吗？这种情绪好还是不好？不好，不好，不好。是啊，我们知道不好。多少个人可以赞成的？十个人里面，差不多十个都是这样的。一百个里面，97个是这样的。这个是世界的拿到的研究，每100个有97个都是消极的，也所以世界上就3%的人成功，这3%里面的1%是真正非常成功，像 Bill Gates 这种人，明白吗？所以不管你是看痛还是快乐，它都会产生情绪。问题来，哇，感谢主，这么多问题，我相信上帝要帮助我更加成熟，我相信上帝在考验我的信心啊！你用这种态度看，你也是产生情绪，对吧？所以呢，这个情绪是 negative 对吗？负面的对吗？这个情绪是正面的对吗？对吗？积极的。所以，听哦，这个情绪啊，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东西来的，呀。很多人没有钱，不是银行户口跟银行户口完全没关系，是跟这个脑袋很大的关系。人之所以贫穷，是脑袋不是银行，啊。所以我们不讲那个，我讲情绪。Emotional mastery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our life. 我们生活上一定要学懂掌控我们的情绪。为什么？因为你的情绪呢，哇，这么这么多问题，这么多，哇，压力啊，很难，很辛苦啊，不要去教会了啊，不要这样。你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啊，你就这样啊，它会产生什么痛，对吗？ Right. 所以呢，这个痛就产生负面的情绪啊，情绪带来什么？情绪呢会影响什么？情绪呢就影响你的思想，对吧？嗯，对吧 ？How you think， 对不对 ？Hello， 啊、，How you think， 所以就影响你的有 talk， 你的思想就受到影响了，有 talk being affected。消极的哇，压力很辛苦啊。那一个人看问题哇，压力啊很辛苦啊。哇，你说这个人呢？这个人呢，思想是不是很消极？是不是很消极？是。所以呢，他的思想变很消极的，对不对？所以思想消极的话呢，情绪很低，思想就消极。思想消极的话呢，听啊，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来的啊。所以，消极的思想会带来一个后果，那个后果就是呢，每一个问题的产生都会影响你的情绪，好跟不好看你哪里。这个情绪就会影响你的想法，然而你的想法一定带来一个后果，一定带来，肯定100%，每一个人都一样，绝对。你的思想、你的想法一定带来一个后果，就是你会做决定。对呀、啊，啊，这么压力这么辛苦啊，不要去教会了。哇、啊，这么不要做了。哇、啊，这么压力这么辛苦，哎呀，哎呀，什么都不要做，管到他哈，是不是这样？你开始变成这样一个状态， your emotion affects your thinking, your thinking affects your decision. 所以这个决定啊，这个决定啊，思想消极跟积极呢，
因为情绪的影响，永远记得情绪一定影响你的思想的，不是你的思想影响情绪，是情绪影响你的想法。所以情绪影响你的思想的时候呢，这个已经很严重了。因为你会做决定，当你做出决定了，这个决定就决定什么东西呢？你的结果。啊，一个人要减肥，要减肥，然后呢，试了一下，哇，很难啊，很辛苦，哇，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很难，他没有找到对的方式，啊。我吃到乱，我给他们我吃很多东西，一个星期吃五次到六次的快餐，我一个星期吃五次到六次的快餐，给他们看看，我特地拍给他们看，一直拍给他们看，他们很辛苦，因为他们在做监管不能吃东西，我一直给他们看好吃的，我一个星期，听啊，一个星期五次到六次是 McDonald's KFC， 同一个时间，同样那个星期，我去 IKEA 三次，他们看到。满座，我一口气一个人一口气吃七个薯片，吃一点点多啦，然后又吃那个可乐，又喝那个汽水 Coca-Cola， 喝了几杯，三次啊，五次到六次的快餐肯德基、麦当劳，然后呢，要三次在啊一家大吃，同一个星期，我特地的，因为我要试它效果怎么样，然后其他东西吃东西也没有说什么恐惧什么，就是吃就对了的，呀。以前我吃饭吃的时候吃比较多啊，也是吃完昨天晚上功夫音乐看到吃到完也是这样，有看到我胖吗？我怎么样量都好啊，我量来量去量来量了两个星期啊，都是没有胖，反而跌从28%的脂肪，28.多%的脂肪跌到剩下24.8%，跌了差不多4%的体脂肪，看到反而跌。Fat mass 也是跌到剩下大概14.8%还是15%左右 ，Fat mass 也是跌。有些减肥减不到，那问题就是啊，你要知道 BB 上来找我，我找到方式，因为我研究了几个月，我一直在研究，一定有一个方式啊啊，可以减肥，可以吃你喜欢吃的，还可以减肥的180斤肯定减肥，而且更美的是完全没运动，完全 totally no exercise。啊，所以我要讲这边了，很多人就是，好了，请不到，很辛苦，哎呦，所以通对吗？然后呢，情绪影响，然后呢，怎么样？思想做决定还好，不要减肥，管到他，减不到，对不对？很多人是这样，放弃好了啊，要成功，要在事业上成功，哇，去哪一场聚会，很兴奋，摸地雷说，哇，我要成功了，然后出去碰问题，原来没有，不是这么简单的，哇，碰到问题，叮咚叮咚。然后呢，开始呢，啊，这么难的，啊，然后开始怎么样？怪不得这个人不成功，怪不得那个不开始看消息了呀，怪不得，然后一直看不成功的人，因为多少个赞成的失败，比成功的人多出很多倍，是，所以大多数人喜欢看那边，所以情绪受影响嘛。啊，我看没有这么容易的了，这么容易啊，整个世界人都成功了，然后等到我，哎呀，是不是这样？思想，然后决定说啊，不要紧了，这个放一边先了，等我以后再看怎么样了。所以很多做 MV 做一半翻掉就是这样，决定你的结果，不管你减肥也好，做生意也好，做什么都好，最后的结果都是失败的，这个结果都是失败的。如果从这边来都是失败。Guarantee 100%失败，不用看了的。若从这边来的话，快乐来的话呢，一定成功的。呀，所以我要你学习。保罗讲，保罗说啊，保罗说我四面受敌却不被捆住。我们要有这种的思想，这个是不是快乐的思想？ Yes. 看到吗？我四面受敌，我却不被捆住，哇 ，Positive right 啊，那个心理状态全部失望，不失望。对不对？我们要有保罗的受逼迫全部背勇气哦，他意思说主永远与我同在，对吧？主永远与我同在的，打倒了就不至于死亡。我们抱着，所以保罗就说，我还有危机呢。是凡是真是可敬、公义、清洁、可爱、有美名，若有什么德行、什么称赞，这些事你都要思念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来的。所以弟兄姐妹哦，碰到问题、挑战、任何的困难、任何的逼迫、任何的东西，你一定要记得 ，OK？ 你眼睛在看的是什么？啊，如果你看到痛的话呢，情绪就受影响了；你看到快乐的话呢，情绪就不受影响。
所以 it all depends on how you look at things。所以当你用好的方式、快乐的方式去看，就不同。这你怎么样看 ？How you look at things， 啊？所以你碰到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了很多人碰到问题就放弃，碰到问题放弃，因为他们一直从痛的角度看，所以拿到的结果都是失败。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你真的学懂这一个东西。啊，我要跟你讲一个东西，这边我总结，这边跟你讲，这个是啊，这个整个就是核心来的。你会懂得掌控你的情绪啊，整个东西都不是问题，整个东西这边里面就是情绪罢了，情绪。You learn to master， 所以当 and already 每次讲 learn to master your emotion， be the master of your very own emotion， then your life will be different。啊，成为一个掌控你的情绪的人，你的生活一定是美好。Your life, you know, will be beautiful when you learn to master your emotion。就一定要学懂掌控你的情绪，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你会懂得掌控你的情绪，全部东西都受掌控。Learn to master your emotion。所以我很多年前，我三年前，我三四年前，我参加 Anthony Robbins 的课程啊，对，我就学到这一个东西，我就开始应用了这一套东西，觉得非常的好。我应用它，我看到生活真的不一样。啊，不会再以前啊一点的压力，我极大的压力我都不觉得压力，我今天碰极大的问题，极大的压力我都不觉得是压力，因为我一直从好的快乐这边去看，所以我的情绪永远不会受到影响。Yeah, I don't get affected。 总结这边就是你的情绪你要保护， You got to protect your emotion。 It's the emotion that causes you problem。 所以你会懂得 掌控你的情绪，你这一生一定很快乐。会懂得掌控情绪的人，这一生都会很快乐。然而呢，按照心理学、按照医学、按照营养学这三个学来讲，医学、营养学、心理学来讲呢，啊，一个人懂得掌控情绪的人呢，通常是比较长命，而且活得比较年轻，而且人很有能量的 ，full of energy 啊！你看我六十多岁了还这么 excited， 还一个跟你讲吧 ，full of energy。一些你看十多岁的年纪呢 ，I see， 我 see 的，都是情绪的问题了。Be the master of your emotion. Hello, Zig Ziglar 有讲，如果早上你起身，然后你们叮咚叮咚，如果你有门铃，叮咚叮咚的哈，然后呢，你开了门，那个人，早，你说早，然后他拿一桶垃圾倒在你的门口，然后跑掉。我问你，你的情绪是怎么样？最近就要拿沙发屎，哈哈，没有了，开玩笑。情绪，对吧？那其实当然没有人会这样做，但是我要讲的是一个东西，所以这是跟他反过来讲。假设早上你收到一个 WhatsApp， 假设早上你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讲一些消极的东西，你的情绪会受影响吗？如果你的情绪受影响的话呢，你这一个人一生中就永远是你情绪的产物，你永远都是失败。所以从学到东西吗？学到东西吗？多少个学到东西了？你学到这一堂课就很值钱了。你一定要学懂这一些东西。我再讲一次啊，人的一生最重要是你的情绪，你会掌控你的情绪，你的一生就会美好。跟你主预备讲，把它学好来。阿门。啊，再给耶稣一个掌声来。好，给你个掌声，这个没气了。